谢谢金玲姐，马上就要到知名的素食业者推出专为情人打造的浪漫商品，做出的卡拉脆汁加上粉红色的巧克力酱，佮压上玫瑰花瓣，瞬间就让查某囡仔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。七夕的情人节就要到啊！恋爱中的爱人啊，搁咧烦恼订无餐厅吗？今麦出名的素食业者已经有推出情人节的礼盒，粉红啊玫瑰巧克力酱加嘛双人餐，不但有礼盒包装，搁有附碟啊，是真好看头。我觉得蛮特别，是我想象不到的味道，就是，因为这次就是粉红色的，整体是粉红色，然后它就是加上玫瑰的香气，我觉得蛮特别，蛮新奇的，但是不会有那种甜跟咸的冲突感。蔬菜的酱夹啊，口感是真好，佮真有汁。从粉红的巧克力酱淋起哩，佮野玫瑰的花瓣，甜咸交织的口味是予查囡仔拢挡袂牢。素食业者就是要打造上佳赞的口味，让伊食感满满，准备抢一波情人节的商机。一定是加分吧，就是又加上这些布置什么的，就会觉得情人节蛮浪漫的感觉，对。餐厅提供 APP 会员，自即马开始到8月17号来抢注文。另外，店头也将伫8月18到22号期间限定来卖。唔但有美食礼盒，阁有附情人节的挂机和气球，会当予喜欢的人一个甜蜜的礼物，共度爱人节。记者陈品伦台北报道。